记者肖雨涵台北报道，陈子璇和林敏怡因拍摄《八点档》结缘，日前一同录《一代女王》，畅谈姐妹情。陈子璇曾为了测试两人友情，谎称自己失恋，让林敏怡相当紧张，怕好友会买醉或做傻事。当天，林敏怡接到电话后，立刻穿住戏服，顶住浓妆，坐计程车到捷运站找陈子璇。 即使最后知道自己被耍也没生气，甚至再三确认陈子璇没有失恋才放心回家。陈子璇笑说，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，两个人成了不发生关系的亲密爱人。他表示，去年生下儿子恩恩后出产房，第一个见到的人也是林敏怡，不是老公陈建龙。而林敏怡则说，前一天拍戏。 都还没睡觉就先到医院看好友，两人感情相当好。陈子璇又曾谎称失恋半夜求助，林敏仪则马上搭车赶入安慰好友，展现两人好交情。记者肖雨涵摄。陈子璇又曾谎称失恋半夜求助，林敏仪则马上搭车赶入安慰好友，展现两人好交情。记者肖雨涵摄。 陈子璇又曾谎称失恋半夜求助，林敏仪则马上搭车赶入安慰好友，展现两人好交情。记者肖雨涵摄。